喜欢请客喽，怎么了？尿了？尿了啊！你怎么不叫叫他呢？爸，你快点，你们都废话了，赶紧的。还有妈妈，我这只随便用，这只是我从酒店拿的。你现在钱了？爸都快昏了。翠呀，你怎么把教的闺女都尿了？哎呀，宝贝儿，行吗？宝贝儿，哎，我说你们银行怎么中午也不休息啊？不是不让你来了吗？ 找你有事儿，那谁赵萌呢？回头再说吧，一会儿你们在楼上等我一会儿，我谈完事儿就下来。以后你带豆豆出来，让他穿上那尿不湿，再说你得学业把尿啊，这两口子没一个会带孩子的，孩子倒是没完没完，你们俩。妈妈，爸爸。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 去打台球呢，还是去喝下午茶呢？哎，要不游泳吧？这最近我在健身房待的我呀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我这胖大叔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快成你了。我的私教怎么说在健身房没见着你啊？不要在大厅练，直接进我的 VIP 室练嘛。还有就你那个肾虚的毛病啊，腰疼的毛病啊，别着急。今天游泳的时候，我教你一个腹肌撕裂者的动作。 你们俩好好游，好好练，这仨孩子呢，替你们俩看着。哎，我正好实习实习，学学怎么带孩子。孙子，哎，来，走走走，宝贝儿，来，我的包，我的包，来包给你，包给你，来，走走走走，来，快了快了，小朵来，哎呦，找，你帮我给他放个裤子啊，知道知道，你看看漂亮姐姐啊。 这是2010年的，产自浪漫的细雨时节，特别适合你这种神秘性感的气质。对不起，我有男朋友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也不是 gay， 不会抢你男朋友的。要不要我帮你调一杯？谢谢，不用了。OK， 那不打扰了。